贵州有724个传统，16个国家级名村。总体我的感受是，保护是不够的，就是空心化的这些乡村。它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是对于这种城市化的影响，村民都肯定是想要向城市人学习，他们对于老屋的价值没有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我们其实是一种带动。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村民自发地去保护他的老屋，利用他的老屋。我们只是实验给他们看，我们其实是做样板，就我们是一个激活的活动。我是岳建，是一名城市里的建筑师，在这个建筑行业已从业20几年。这过程中呢，我们经常去乡村做一些考察和调研，来获取我们在城市里创作的一些原点，所以呢，对乡村的关注就非常的频繁。但每次我们到乡村以后呢，就会发现这些村里的老房子不断的有这样一个凋零垮塌的现象，所以我就发心想把它做一些这样一些工作。2013年，我就到法国遗产联盟去参与修缮一个法国的古堡，那这个是在法国已经实践了50年的这样一个社会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一个项目。因为这次的一个到国外学习和实践呢，让我积累了很多的这样一些经验。2014年，我回到贵州，回到我们的乡村，我就开始发起这样一个屯普工作营。云山屯这个乡村是非常干净也非常自然的一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当时呢，这个村子已经是空心化还是比较严重，已经只有几十户的人住在这个村里面。对这种建筑呢，希望能让它被修复，就找到当地的村里面比较德高望重的人，了解这个房屋的历史背景。以及我们要修复该怎么去着手？恰巧呢，当时我们贵旅投的旅游公司呢，他们也想把云山屯这样一个景区做得有文化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就给他建议，我们做一个国际参与的一个项目，就把中国和法国的志愿者请到这个村里面来参与修缮这样一个老建筑的这样一个活动项目。你小心点哈。对，谢谢。做工作营的目的就是有公众参与，那本地人的参与是对这个事情是最有支撑力的，所以我们一定强调就地取材。那这个材不光是材料，还有人才，所以匠师本身是我们本地人参与的一方面。大小不一定要一样，有大有小，就以前老的这种做法，以前我看。你看，这不就重庆走嘞？这重庆走啊，有大有小啊，这种好就很自然。好的，好的。我们在修复过程中，秉承着修旧如故的理念来进行修缮，就是我们希望在修缮中体现这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个建筑的文化记忆。像这个亮瓦是我们后来加的木结构的插销，它要锁住这个穿方。这些是木匠里面特别强调的安全结构的部分，是让当地匠师可以通过这样的劳动，能培养他的徒弟，能传承他的技术。那我们作为城市志愿者，也是他的徒弟。其实这帮志愿者来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是网上了解，觉得这是很好玩有意义。这件事件本身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事，又可以跟着当地匠师学手艺，然后能认识一些价值观相同的志愿者。有这个前提条件以后，他们到这儿我们会组织一些培训。首先拜师，传统的技艺里面你不拜师，师傅是不会教你技术的。拜师以后得做基础的工作，打扫卫生，做清理，进行材料的分拣，那这个也是蛮重要，是在修缮里面。
第二个认识工具，你要认识传统的是哪些工具，认识我们修缮的房屋的特点，这是我们要进行一个在实践中培训的，所以我们叫知行合一的遗产保护的培训计划。房屋本身一定要有人用才行，但它是乡村人用还是城市人用，这个东西是时间的问题。那现在乡村人不想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房子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跟不上城市的变化，他们向城市学习。当然这个时候有些城市人理解到这个老屋可以被更好的利用，我们就做了一个乡村守护人计划，就是城市人出资来修缮老屋，就修复款抵租金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其实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老屋修缮修复内部改造以后，让城市人可以进行短期的居住啊，可能是十年可能是二十年，最后再还给村民。那这样的话，这个老房子它的这种再生就可以被延续。